炖羊肉汤切记不要直接下锅炖，今天教你一招炖出来汤浓肉香，不腥也不膻。先把羊肉切成小块，再准备一盆清水，把羊肉放到清水里面。这里有一个小技巧，往里面加入少许的白酒，白酒可以去除羊肉的膻味，然后再稍微抓洗一下，抓洗之后浸泡20分钟。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能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吗？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泡好之后再用流动的清水给它冲洗干净，然后再放锅里给它稍微翻炒一下，煸炒出油，这样肉会更香，炖出来的汤也会更浓。接着放入葱姜，羊肉汤好喝的关键就是加入这个炖牛羊肉调料包，放一小包就可以了。要想让炖出来的羊肉汤更好喝，一定要加入凉水。炖羊肉汤的时候加入一点白醋，这样炖出来的羊肉汤既不膻又不腥，而且羊肉也会更加的鲜嫩。然后大火煮开，大火煮开之后转成小火炖40分钟，时间到了再放一点胡萝卜，接着再炖20分钟。炖好了，我们把调料包剪出去弃之，然后再放点食盐和白胡椒粉，再撒上几粒枸杞炖3分钟，再撒上一点葱花和香菜，美味即成。非常好喝的羊肉汤就做好了，汤鲜味美，喝起来没有一点腥味和膻味，炖出来的肉也是非常的香嫩好吃。用这个方法做羊肉汤非常的简单又美味，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。